姐，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个导演，但是你说我又没经过正规训练，那不得去电影学院进修一下啊？可以啊，好事儿啊，姐支持你。真的？姐，那你说这学费，你这著名女企业家是不得支持一下啊？哼，你呀，只要好好的工作啊，这学费自然有着落。 你看我这每个月给你发3000块钱，吃喝拉撒都包你的，一分钱你也不用花，这一年下来就是36，对吧？学费自然不就有了吗？不是姐，但是人都说这出名得趁早，时间不等人。你说我耽误这一年，得蹦出来多少竞争对手啊？那到时候那好看的女演员不都得被潜规则光了吧？不是你这到底是学习去的，还是去泡妞去的呀？ 上学，上学。哼，你要真上学呀，就好好在店里干活，知道吗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是不是？从小到大的，你看都是家里供着你，你也该自食其力一回了。你真是咱爸的亲闺女，铁公鸡下蛋孵出你这么一铁母鸡来，不就3万块钱吗？我上哪赚不来这3万块钱啊？哎。 你可别忘了啊，你可得先还我赔人家那10万块钱，你自个儿说的，别反悔啊！切，跟我耍心眼，还嫩了点。哎，你看这，这什么呀？ 南柯门诊老专家特供号，我特意托朋友帮你弄的，下礼拜三我重新。哎，我想想，别掉下去，我又没什么难言之隐。你怎么没难言之隐啊？我姐不就是你难言之隐吗？你不是老想当那套马的汉子、雄壮威武吗？你要是不把你小宝贝儿扶进姐姐姐，在我姐心目中，你永远就是那系着蝴蝶结的汉子。你们老袁家就你一男的。 嗯，你还真想断子绝孙啊？说什么呢？你给我拍摸头去！呸呸呸呸呸呸！姐夫，要我说啊，你先偷偷摸摸的把你的生理机能恢复，然后在不知不觉的，在我姐肚子里埋颗种子，生根发芽，就以我姐这岁数，等她要真怀上了，不得作为高龄产妇天天在床上躺着呀？这山中没了母老虎，你这猴子不就能称霸了吗？我说小贝。 咱俩关系没近到说让你胳膊肘往外拐了，你可是我小舅子啊！你说这话，你是不是什么事求我呀？又惦记我那点钱呢？是不是？不是惦记那些钱，怎么样？装好了没有？袁总，马上就好。我帮你搞定我姐，你不就能独揽我们家财政大权了吗？到时候你支援我这小舅子去电影学院进个修，不吃亏吧？线给我插上。这事儿让你姐知道了，那我就不是挨一小刀了啊！ 我到时候给我来一大刀，我就彻底废了。就你这怂包样，你就等着被我姐扫地出门吧。你呀，我现在跟你姐的感情非常深厚啊，你小屁孩不懂。姐夫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，我姐在你这儿找不着当武松的感觉，她保不齐就得在外边找啊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要让她给你弄一孩子，对不对啊？到时候她皮也卸了。 肉也松了，身材也走形了，那不全是你的吗？他哪还有心思想三想四的呀？我不想拿一孩子问题给拴住啊！那除了孩子以外，你还有什么东西能拴住我姐啊？您自己身上还拴着小蝴蝶结呢。你看我姐现在事业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从头到脚容光焕发，活脱脱就一美少妇啊！她不惦记别人，那万一别人惦记她怎么办啊？你再瞧瞧你。 要什么没什么，要尊严没尊严，要地位没地位，年纪一把，存款为零，到时候要真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姐要真把你扫地出门了，你拿什么生活呀？你拿什么东山再起，重新开始？好了吗？哎，好了。那你拿房管去。姐夫，为什么我姐到现在都不让你掺和生意上的事儿？ 为什么到现在家里房本车本不写你的名字？为什么你到现在名下1毛钱存款都没有？单看起来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可你要连着想。
哎呦，太可怕了！我姐明显是给自己留后路呢。姐夫，你是要当武松，还是当武大郎？你自己可好好掂量掂量。哎，小王，这谁拍的这个？不好意思啊，来。 情况啊，这是。老婆，我今天呀，专门下载了一文艺片，啊，女性题材的。我琢磨着呀，你肯定爱看啊。辛苦一天了，好好放松放松。 So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, hungover, ashamed of myself, and not realizing it was the day that would change my life forever. Get up, stupid. 哎，老公，哎，我今儿特别累，脚特别酸，让我捏捏脚呗。哎，现在就捏啊，乖。 你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男的女的？说了你也不认识，就是工作上的事儿。哎，你是不是先吵啊？那我关静音啊。不是，都这么晚了，还谈什么工作呀？这么晚了，不谈工作，谈别的，你乐意吗？ 看电视啊，多好看的电影啊，是不是啊？啊。
上了呢。没有，啊、看你睡着了，我再来俯卧撑，把你弄醒了啊。哎呦，困死了。那什么，你也早点睡啊，别睡。哎，昨天啊，我忙活一晚上，我专门挑了一瓶好红酒，然后又找了一个文艺色情片，我就想吧，等你姐喝差不多了，然后好直接摁沙发上。毕竟是我姐，说话含蓄点行吗？结果哎，你姐的根本她就不理我，就跟那低头看手机，而且还是一边看她就一边在那乐，然后我就等她睡着了啊，等她睡着了，我说我看看这到底跟谁聊天这么高兴不理我，结果哎，手机上密码了，我就挨个试啊，她生日啊，我生日啊，你爸你妈生日啊，甚至连你生日我都试了，哎，这密码她就打不开，你说她这手机里她有什么重要东西啊，干嘛她还设密码啊她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啊，我听见了。那手机有密码，重要的不是里边有什么，而是为什么设密码，为了防着谁。那你说他为了防着谁呢？防着谁啊？谁跟他待一块时间最长，防着谁呗。谁跟他时间最长啊？你啊！你停车停车。不是，哎，干嘛呀、啊？买瓶水。防着我干嘛呀？你嘛来了？啊，我附近办点事儿，进来逛逛。逛逛看谁呀？专程来看我的吧？哼。得了得了得了，店长不在这儿，店长现在值夜班。哦。哎，别走，你回来回来回来。你跟我们店长什么情况啊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什么都没说，估计还生你气呢吧。哎，那网上那视频，真是你拍的啊？哦。哇塞！我就说嘛，像你们这种男生，哭着喊到这儿来上班，感情青年导演在这体验生活呢。有角色，想了点我呗。行。哎。我在那个储藏间里落了点东西，我能进去拿一下吗？嗯，去呗，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啊。哎，别偷吃啊你！放心吧。伤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病人证能拆线了。啊，那你看什么时间方便，咱俩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。对对，我也是这意思。啊，但说实话，因为这伤我耽误了不少工作，我估计下周时间悬了。嗯，那看看这周呢？那对对呗。啊，后天。后天，后天不行，后天我一天都会。大后天，大后天，行吗？大后天，哟，大后天我不行，店里盘点，我走不开。哎呦，那过了大后天我就得出差个三五天呐，那就下个月的五号。五号，有悬，四号开始总公司开会，所有店长都得参加，得开一个礼拜呢。你这过了五号我就出国了，要再往后拖着，一直到下下个月去。别呀、啊，办手续最多就半个小时，进去盖个章就完事儿了，你就不能抽点时间啊？不是我抽时间，那你随便哪天你中间抽个空。对，我再找找。这么着吧，我把三号上午的事挪开，好吧？只有那会儿能挪开了，然后三号上午咱俩抓紧，好吗？行吗？三号。行，就三号吧。
得，那就这么定。喂，陈总。啊？啊，行行行。啊。啊。咱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新的客户啊，对这个现场拍摄出来的这个质量和这个氛围吧，他要求越来越提高了。所以我觉得吧，咱们还用以前的摇臂，可能这个效果差点。这是有一个新的这个航拍器，你看看，就这型号的，操作呢非常简单，它容易上手。接着说。然后咱不用买，租就行了。至于这个租金方面啊，我已经问过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妈也贼哟，怎么就能撞到头呢？怎么了？啊？哎呦，不是你撞上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撞上哪儿了？头。我走过了没有啊？我看手机。给我发的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发给你玩的。无聊，不是你能不能好好工作呀？公司呢？啊，别老一惊一乍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嗯。小心点啊，别再看手机了。哦。小贝，撞门上了。看我干什么呀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呀？干什么呀？你躲我？哎哎，接着说呀，还没说完呢。回头再说吧，我有点累，我回家歇会儿。那行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我约了个客户啊，晚点回家。随便吧。哎，这都什么毛病啊？那么怪。怎么样？时机掌握的不错吧？看什么没有啊？咦，怎么了？你不会真看什么不该看的了吧？七年了，我们俩结婚七年了，他就这么对我。哎，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今晚八点，万豪酒店，2303。是我姐给别人发的，还是别人给我姐发的呀？别人，姐夫，你可得冷静啊！我姐不一定去，一定会去的。我今天早上在身上多打了好几下香水。不是，姐夫，你可千万冷静啊！你听我说，这件事儿你绝对不能掺和，否则就是把我姐往别人怀里推呀、啊。杀人！哎哎，不是不是，姐夫，这事咱没弄清楚呢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你冷静，咱还没弄清楚呢，把这事儿。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呀？他们已经开房了。一个字儿，你。哎，对。姐夫，姐夫，你看啊，现在这个这外边诱惑这么多，对吧？我姐完就有可能是。鬼迷心窍，鬼迷心窍，你怎么也得给他再一个机会啊，对吗？我给他机会，他他妈给我机会了吗？姐夫，你别撑了，我有个办法能把我姐带回来。什么办法啊？
时间地点咱不都知道了吗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出面，我就拿一相机，啪，我就把门踹开，然后我就对着他咔咔咔咔一顿乱拍，然后我就拿这相机，我就拿相机里的照片威胁我姐，让她跟这姐夫一刀两断。至于那男的，你放心，我找一朋友废了他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去。不是姐夫，不不不，姐夫，这个不行，你算算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你必须得公布给他，你不知道，你绝对就得撞上钟了。不过姐夫，我告诉你，这事你一定不能下山了，你一定不能下山，你就假装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忍者神龟，你懂吗？呸，借机用人，借机用人。不过姐夫，你放心，在这件事上，我绝对站在正义的那边。谢谢你。姐，你可终于落到我手里了，怪就只能怪你自己不小心了。哎呦，没事啊，大宝贝儿，哎呦，真委屈了哈。哎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在你身边啊，陪着你，放心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说好了吗？你在底下接应，姐夫，这种事儿你不能亲自来。你要看见什么不该看的，你落我一辈子心理阴影。我给主意了，咱俩现在就走，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啊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临门一脚你又软了？哎呦，姐夫，这道理我都跟你说了一路了，你要攥着这把柄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姐下半辈子给你做贤妻良母。你要这次糊弄过去，让她觉得你好欺负，你就等着屯村绿到脚吧。我不想威胁小山。是对他来说太难看了。如果说小山他跟我没有感情了，那我们俩就好说好散啊。可你要是进去了，半夜里边这人狗急跳墙，打起来怎么办呢？伤着小山怎么办呢？你可真是我亲姐夫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啊。你现在浑身当下都已经窟窿眼了，你还想着我姐会不会受伤呢？不光是你姐啊，你说你多年轻啊，你因为这事儿把自己给打进去不值。走，姐夫你等我，姐夫你听我说，姐夫你可想好了啊？我姐这刚进去估计还没开始办事儿呢。哎呀呦，咱俩说话这功夫黄花菜都凉了。明白，我都是为了他好。
铁峰，就冲你这话，我敬你是撂汉子。以后不管你跟我姐之间发生什么，我陆小北两肋插刀，也支持你。陆总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的司机，过来接我的。陆总，那个您的车就在楼。哎，你怎么还带着相机呀？是我让他拿上来的。各位都是婚庆行业的佼佼者，如果我们这次能够达成合作的话，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意义重大呀。所以我想跟各位合个影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？方便，当然方便。陆总想的真周到，那咱们房间里拍吧。啊，好，进来吧，请进，请进。一、二、三，要不咱们坐下来一张？嗨，对对对，好，挺好，坐下来一张，坐下来，来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嘞，好了，谢谢。好，李总，我跟您单独照一张，怎么样？好吗？来，握个手，来，一起，来，来，一二三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。陆总，这次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太舒服，下次吧，到我那儿去好好招待你。您客气了，李总，期待我们的合作。一定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各位别送了，谢谢啊，嗯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有点意思，真是长本事了，会偷看我手机了，还会揣着相机跟踪我了。要不是我出来的早，你还想踹门而入啊？啊，你想干什么？捉奸在床啊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但是这事你也不能怪我吧？但凡是个老公，看见自己老婆手机里边有那种信息，他能不急吗？那狗急了还跳墙呢，对不对？那你揣着相机干什么呀？抓证据啊！以后离婚的时候好好敲我一笔，是吗？像是个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吗？是。啊？不是，我说不是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儿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元帅，自从咱俩结婚之后，这外头追我的人就没断过。我要是出轨的话，我早就出轨了，还用等得着今天？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。你是不是在家闲着没事干，闲出毛病来了？不是媳妇儿，你这事儿你也不能怪我吧？你说你每天晚上，啊，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出去应酬，这半夜三更了，这才回来，我想跟你亲热亲热。你看你就在外面那什么消消乐。你说你有功夫，你回家之后你消消我，你拿我消遣消遣行不行？这我也是一男人，甭管是心理上的、生理上的、感情上，我有需求啊。你哪怕你多关心关心我，我至于我往那儿想吗？有哎，嗯，哎，照你这么说，还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我这整天压力多大呀？行业内的竞争那么厉害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爸我妈那边整天吵得天翻地覆的，我还得照顾那个不争气的陆小贝。你作为我的老公，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，体谅体谅我，还嫌我玩消消乐？我玩消消乐是为了减压。真是的，你平时啊，你没事干的时候多培养点兴趣爱好，别老整天守着那几个破镜头擦来擦去的。培养兴趣爱好那不还得花钱呢吗？你缺那点钱啊？不是媳妇儿，我说心里话，其实咱也不是缺那钱，就我最大的兴趣爱好那就是你。你说以前多好啊，咱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。可是现在呢，钱是有了，那变成各忙各的了，多没意思呀！这日子现在过的。你少跟我来这套啊！你不就是不相信我吗？想看着我？你想看着我是吧？从明儿开始，做我的司机，24小时跟着我，我去哪儿你去哪儿，行了吧？真的，这我乐意。哎，媳妇儿，我实在是撑不住，我能下来了吗？下来吧，下来。哎，谢谢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！
哎，过来。哎，帮我捏捏脚。哎，哎呦，小脚。怎么样？你报复我是不是？多舒服呀！走你！你怎么来了？看看我的闺女不行吗？这点儿你不是应该在小区广场上跳舞呢吗？嗯，广场舞后的身份被弹劾了，还不是因为你？哎，干脆这样得了，你发我工资，我在这天天陪你值夜班，怎么样？那你可想好了啊？熬夜老得快啊。嗯，脸都丢尽了，怎么老不老的呀？哎，咱俩去旅旅游吧，正好我手里有一笔钱，下月3号你生日，我出钱，咱俩去散散心。没时间，请假呀！你这店全年不休，你人还跟着连轴转呀？请假，请假，请假，散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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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号，我跟天辉约好了去办离婚手续。不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办离婚，你是不是太不吉利了？这事儿谁提的呀？是你还是他呀？他。说起来这事儿还真挺让人寒心。我跟他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，可我们相处也快一年了，他居然连我生日都不记得，怪不得得离。哎呦，大姐耶！要说这事儿吧，哈，也不怨他。你想，你们认识的时候，你刚过完生日对吧？记不住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哎呀，哎，这一年，你除了结婚离婚，弄得人仰马翻的，就没办成别的事儿，白活了。您这话说的可真够扎人心的。哟，哎呦，错了错了，大姐对不起，好吧，算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只当是辞旧迎新了。拿这个离婚的事儿，是吧？去去你的霉运，洗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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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着急回家吗？不着急，不着急回家，你陪我下盘棋再走。行啊，下棋。哎，姐夫，我今天回家睡，不耽误你跟我姐儿世界了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说你小子一出事儿，你跑得够快的呀你！你知不知道，我今儿晚上鬼见盘我跪一宿了，我敢做到仁至义尽了啊！我把你摘得一干二净。要是你姐知道了，是你教唆我去捉奸的，那是什么下场你自己清楚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威胁我呀？我问你，这误会解开了，李姐是不是嫁人了？那倒是。那这事儿谁的功劳？难道不是我的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没有可是，我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了我陆小贝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打一面亲的。我是朋友，我也是为了给你留后路。你说我姐万一要有点真的什么情况，破罐破摔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行吧，从今往后啊，你跟我姐好好过日子啊。行了，就这么着，不说了，拜拜。不是我。
刘兰，以后啊，再找男朋友就找一个对待你就像下跳棋一样的。怎么讲？一门心思的奔着你这儿来，把你这脚占得满满当当的。出啊，该你了，你等我会儿。别装蒜了，我看见你了。嗯，你谁啊？我听不出来。姚兰。那个，哎呀，我这儿忙着呢，陪女朋友逛街呢。谁呀？这么讨厌。那个，以后单位领导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亲我干嘛？你注意点公众影响行不行？你行了，你听见了吧？我这儿忙着呢。那个，没事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姚兰。原来你跑出来了，看见谁了？没谁，一只又肥又大的松鼠。走吧。松鼠？这有松鼠吗？你真新鲜。哎，姚小姐，上回给您介绍那个套餐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受不了。新推出的几种主打套餐，您再给我介绍介绍其他的呗。哎，小心！媳妇儿，上车啊！忘带东西了，我给你拿去。我忘带什么了？不知道啊。那你拿去。干什么呀？真要做我司机啊？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？你反悔了？媳妇儿，我不是为了看着你，我是想吧，你说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就没经历一个如胶似漆啊、形影不离的那么个阶段。我知道你忙，那我跟着你，黏着你还不行吗？上车了，你也不给开个车门。但凡是个男人，都有这种觉悟。媳妇儿，你教导的对。谁家老板坐前面啊？老板请。咱是。回家呀，还是吃饭去？先回家换衣服，晚上还有个饭局。那是跟朋友啊，还是生意伙伴呢？我错了，司机不应该瞎问。哎，待会儿晚上吃饭我也送你去吧。嗯。那我是不是得穿正式点？我是系领带还是系领结啊？你还有领结呢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算了吧，你也没有什么好衣服，去趟国贸吧，给你买一身。那多浪费啊！那影楼不有现成的吗？我拿两套去啊，你到时候你挑。